今天给大家做京酱肉丝，首先准备一块里脊肉、干豆腐，还有小的黄瓜、小葱、胡萝卜、香菜，放在一边备用。首先咱把里脊肉切丝儿，顶刀切就可以。切完大片之后，切丝儿。切好，放入碗中。肉丝切完，切胡萝卜丝，胡萝卜顶刀切成大片，放在旁边备用。切黄瓜丝，准备大葱来切丝，准备香菜切成段备用，准备一张干豆腐给它铺平，把切好的黄瓜丝码上一条，胡萝卜丝可以多码一些，明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停水停电。香菜，切好的香菜放上，葱丝，铺好，再卷好，卷上。再准备一张干豆腐，同样的方法，再卷一张。
卷起来。卷好的干豆腐，咱们打斜，它切成斜刀。准备一个空盘，摆入盘中。均匀的都给它摆入盘中备用。起锅烧油，油热下入切好的肉丝儿，肉丝儿炒熟，加入蚝油。生抽，它炒香，再加少许十三香，加入酱，甜面酱，加入少许老抽，加入少许鸡精。出锅淋点薄芡就可以了。做好的肉丝给它浇在上面，直到京酱肉丝就做好了。